政治的追杀及含沙射影已经对我进行人格的摧毁，为了捍卫清白及顾全政治大局，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兰立委选举，让党更有空间对宜兰重新来布局。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从政之路上的前辈、支持者以及家人朋友，我对诈骗的行为同样深恶痛绝，并且对于不断支持者所造成的困扰，深感抱歉，也深感愧疚。我在此再次深深一鞠躬，跟大家致歉。